这个角膜，然后马上就移植上去了。这是姚贝娜的这个第二只眼，就是右眼的角膜。昨天移植了，他左眼的角膜，今天移植他右眼的角膜。这个角膜移植了以后呢，剩余的部分还要给武汉的病人做角膜移植，因为姚贝娜是武汉人，他的父亲姚峰先生就是希望我们。 尽可能多的利用他的角膜，让更多的人受美光。今天晚上的手术相当顺利，也很成功。然后估计的话，明天会有一定的改善。下了，看啊，好，谢谢。